知道，但我这次真的不行了。你不要胡说啊！我没有胡说，我现在都走不动了。我真的希望我未来的日子都只能瘫痪在床上，全身插满管子，一点尊严都没有的过生活吗？我知道你跟孩子都很心疼我，我们就坦然一点好不好？就像你处理公司那样，面对他，解决他，然后放下他。我做不到。你可以的。我做不到。莫君有说他那一天回来吗？我们去找一间相馆，一起拍长全家福，好吗？好，我们靠这边来一张。好，我们弟弟靠近一点点，很好。台语啊，有句俚语叫阿拉伯小欠债，我还欠你一个婚礼啊。你可能以为我忘了，其实我一直放在心里。我这辈子欠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下辈子一定会来找我。那你干嘛不签到底？就下辈子我们就可以再在一起。因为下辈子你不需要来找我，我会去找你，不管在天涯海角，我一定会找到。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，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，你是我的宇宙，我的